哎、欸，你看西西在这里干嘛？练在干嘛？西西练哑铃啊，好厉害！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大力？很大力？一般吧。不止一般，好不好？我说你这个手臂，可能连一个鸡蛋你都搞不破。怎么可能？要不要来试一下？看看你用手臂这里把鸡蛋夹破。我就一个鸡蛋嘛，轻轻夹就是了。你别看它是一个鸡蛋，但是你用手臂夹的话，就是夹不破的。那如果夹破了嘞？夹破了，我就奖励你一个雪糕。哼，奖励我十部电脑。没有，就奖励一个雪糕。奖励我10万块钱。好啊。好，10万块钱。嗯，奖励你10万块钱。10万啊。嗯，10万。我好怕弄脏你的衣服。你夹碎了这是吧？摔破可不算哦。加油加油！是有点难。有点难嘞，你以为10万那么好拿吗？怎么肥事？怎么肥事？来看一下怎么肥事。夹鸡蛋夹破了，奖励10万块钱哦！来，你夹破了，跟你讲，10万哦！他怎么还要用手呢？好假呀！你让他用手，让他用手。我也能用，太痛了！好吧，我也能用。夹得痛，夹得手痛都不会破啊！你这样能捏破？捏也捏不破。怎么了？脚好痛啊！捏也捏不破，捏破了呢？捏也捏不破，你捏一下。我两只手捏。不行，我快捏烂了。捏烂了就有10万块。我能不能把它锤烂？那肯定不能锤啊，只能捏啊，握啊，用手来握啊，行不行？跳着用力都不行。这个鸡蛋，你要是把它握破了，就给你10万块钱。嗯，对，真的。10万。10万，真的。怎么握？这样。就手握，握又或者用手臂夹。这怎么会不烂呢？那给你10万嘛。10万嘛。你捏烂就给你10万嘛。你搞卫生。捏。十万是人民币。对呀、啊。真的是人民币。嗯、加油。钱。你捏破再说。不可能嘛，这个肯定是假的，怎么可能？那你可以去冰箱卸呢。哎，冻的。本来就是鸡蛋啊，是真的鸡蛋啊。对呀。怎么磨不破呢？嗯，加油！10万哦，10万都要到手了，快点！真的搞不破，是什么原因？这样夹，用手夹也行，对。夹不破。开玩笑吧，那你夹嘛。怎么可能？怎么10万块钱你拿不到吗？拿不到。可能吧，一个蛋。能不能让我看到？啊，怎么？衣服脏了。我要洗手了。10万。真的是破了哟！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去那个什么，我出去散个步先啊！哎，散个步先，散个步先，走走。别散个步先，10万不能再算。我现在没有10万块钱的问题是，那你先写欠条。欠条是吧？嗯，好了，这里印个手印啦。签名，签完名啊，手印。啊，妈妈欠我10万块钱3年内付清，我和静熙。然后我的签名是吧？不行，还要按手印的。还要按手印。好，按手印。那好了啊，给你啊，你要保管好才有的哦。要是你把它弄丢了，找不到欠条，我可是不付给你的哦。3年啊。那你收藏好啊。